道的基本意义就是死亡安息也有道理，心里要安息。要成功，要赢过别人，所以佛教要失去本来面目啊！本质是空性，要放下，只有慈悲有。师傅，你会想你爸爸吗？我不会要想的，我祝福他，他很快乐了。我爸爸现在在净土了，希望大家都去净土。不是说不能想，就是说要把所有众生当爸爸、当妈妈、当亲人。归佛经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宣告所有这地方的人一直到天空的那些希望之中再见到。